为你的慈爱，伊性命较好。我的嘴唇在学着你，我要我的事在安尼学着你。我要奉你的名，也替我的心，我的心神在把握，亲像吃不切油腻。我也要用欢喜的嘴唇学着你。咱吟诗学着来。
咱的教会是相当混乱。啊，迄个头有几个兄弟安尼请我去食水饺，啊，我咧想一搭，有才去行过，有才对一间，啊，今仔真欢喜，我是代表三芝教会，三芝教会啊来去请。三芝教会教会是淡水。淡水在19年前啊开设这间教会，当时的开设的目的就是在三芝的所在，北有一间马街医学院，啊嘛要伫啊做马街附校专科学校的分校，哎，分校即阵啊吼，差不多3000个学生住伫遐，啊马街医学院伫树立的。一样，咱白头康，白头康啊，所以有三支有咱长老教会这么要紧的教会学校，啊嘛，搁有相连要底下设一个安养中心教会机构，啊，竟然三支无咱的教会，所以咱咧讲教会机构、教会学校、教会是排大先，啊，所以无会就赶紧讲伫浅水湾迄个所在啊，找一间厝。啊！伫遐开始，甲今仔日嘛一个人做咧。啊，伫即个民营馆迄个所在，啊，人无咧用个工厂，啊，伫遐小可制作，啊，伫遐做。啊，5年前伫中兴街，啊，他们讲可能嘛中兴街咧吼。啊，咱隔壁亲戚，啊，咱是永和的中兴街，我是三芝的中兴街，哦，中兴街，啊，中兴街都是。三芝上出名的八零溪的边仔外环的道路，八零溪的山坪，就是马街医学院甲马街护专，所以对马街护专的山坪看来，就一条真水的八零溪。啊，你溪的另外一边，就是三芝教会。即阵啊，底下有100平，啊，起60平，啊，要起3楼，啊，才已经起到2楼，大概过差不多半年，啊，结果退掉。会当好势，啊，唔嘛，每年这个时阵会当现长，啊，总工程费是3600万，真感谢上帝，得到咱中会恩准，啊，望那个咱中会全台湾吼，今仔日咱的教会是第121间，121间错误数是要安怎走？我无多通走，阮教会几下个。但刚替我到造有，迄个王龙义牧师、台中的牧师，也阁有退休的邱阳山牧师，也阁有退休的陈相福牧师，也阁有正经的牧师，有4、5个牧师安尼。吼、哦，顶礼拜我走到台南，啊，冒上西边、上西边的金门，啊，冒上东边的南苏，啊。啊，上南边的是台湾族的彪马，啊，上北边的就三芝，啊，我是徛伫三芝头，啊，伫台湾头。今仔日有请一间教，啊，为什么三芝就爱安尼大所在？因为三芝教会遐个姊妹，他知影讲，人个眼光来看，实在是真善。像今仔日来的这个爱子师班吼，我即阵吼。内面有人是咧扫地啊路的，啊有诶是咧油擦的，啊有诶是咧走马拉松的，哎，啊有诶是伫学校咧教保护，啊有诶是伫做船长，啊做一寡工课，啊有诶做木工，啊有诶伫机械厂，啊，即关注面真侪，所以恁会感觉今仔日也毋是关注面纪念册，啊我较会穿即个，即。这就是我的爱情，是我送我穿的。啊，还佫有头带。哦，啊，因就讲今仔日爱穿甚物内衫，男士内衫啦，内裤的衫，啊，佫穿甚物，拢有规定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爱甲恁同款。啊，像安尼，大家看有啦吼、哦，看有吼、哦，即台湾族的。我们根本毋是佮咱台湾族，佫有不论，啊，佫有台湾，啊，佫有阿美族的，阿美族伫安阳中心的工作。啊，所以教会。在3600万的起建量的中间，到今年最少要到2000万，剩的1600万，按在伫明年中间，看有安尼大家来小
通好借钱，通好来起礼拜堂。啊，所以今年当中有125间，啊，咱是第121间。啊，这个时阵，咱来请我的爱子师班、听主的师班，啊来。音嘛，唔呐，敢那好听嘛，好看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男生吼、哦、站在讲台上面比较好跳，他们也可以跳，好、哦、可以跳哈、哦，啊也会跑，也会跳哈、哦。阿兰在里面先跟大家爱子示范先来很新。Yeah.
三支教会有三分之一是原住民，也阁有新住民，所以我是三支教会啊，就爱有当时一出门爱用华语来讲，啊有当时啊唱一挂台语，或者讲学台语，行后尾门啦、问导游啦，一挂这俗语啊，伊就知虾米意思，吼、哦，知虾米意思啊。我伫学校嘛是拢用华语做事，我较恁恁爹嘛是台语，因为我伫台南大汉，读中研，读台南新学院。啊，今仔日我有一个同工来，这同工伊拄拄是台语圣经的这个协会总干事。啊，咱今年顶一礼拜会拜六伫台南新学院，已经有出版新的这个台语。圣经的新古也很笨啊！这位刚刚是这个协会的总干事，哎，今仔日特别要来台湾录影，我要看你网络了，对哦。啊，咱就大家真少，袂使久久哦，哦。啊，又早新古的圣经，啊，又讲伊今仔有早两本，一本是要送给予咱的老外师，啊，一本是要予我通早读去，我通早。啊，这是。伫我袂讲到以前真欢喜，这位啊兄弟啊，等者我较请伊啊提圣经来上哦，读书房。今仔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咱真实啊，真实的我的题目是三字经，经经的弓箭的箭，经不是箭，是经。三字经，咱在最近拢是讲三字经。安倍三支箭，啊，咱拄着啥物代志哦？三支箭是咧指啥物话？指三支迄个所在的教会，箭是伫咧好看，箭爱有真清楚的目标，箭着爱有哦，箭啊来射出去。今日你就是要跟咱来三个分享三支教会，上帝和三支教会使命。三支教会负担所着咧努力的代志，所以咱三个有分伫三支教会的起者。我要通过主要所讲的三句话，第37节、38节、甲39节，跟咱来想这三支字。第一支字讲，恁予因正写出迄个需要的字，核心是讲。你已经要落山啊，这个是空野，你就还倒转去。白白的讲需要，学生有学生的需要，老师有老师的需要，对，写出需要的字。第二句字，当学生在讲，我那些说有200个文啊，你安怎会当买给这么多人吃？耶稣。无代好着讲，你讲一句话唔对，啊！你较会遮尔消极，安怎你较无像耶稣拢无代因这边？耶稣甲咱代伊讲，你去找看嘛，你有偌济饼，你有偌济？第二句字，第一句字是你看迄个方向，上帝给你的使命、目标、负担，伫迄个所在，当你去倒倒来看你家己，到底我那个也有偌济？上帝和三支教会起一间3600万，啊，到底阮是奉献会当奉献偌济？啊，真着是有百几间教会，三甲五分，到底阮有偌济？阮珍惜你现在的所有，所以耶稣讲你有偌济？写出你来到你上帝面前，你敲出到底我有偌济？第三支箭。主要所讲，哦，这个人一丁一丁，一排一排坐落来，坐落来创啥？主要所提饼，八块分学生，学生拍入盘，通分互大家。第三支钱是分享的钱，分享的钱。但是伫这个分享的钱的中间，耶稣爱众人坐落来。各有特殊，一拜，他们做分享，看见上帝应当，家里的众人拢得着吃饱。当第一句字，你为下你之外，咱的一生的中间，
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需要，每一个所在有每一个所在伊特殊的需要。但当咱来看马可第六章，迄个是一个真特别的时阵，耶稣一方面设立十二学生，派因出去做工，佮一方面拄着惊死了寒，受害死。啊，伫啊，伊本身伫家己故乡佫无受遮难，迄种气氛心情一定是真复杂。啊，伫六章三十三讲，遮学生倒转来，一定有将真侪感受、真侪经验、真侪第一遍所拄着的代志，要来耶稣讲，耶稣讲好，咱来找一个较安静、空闭的所在来。啊，咱嘛还袂食饭，所以咱来一个，所以人有食饭的需要，人有安静的需要，人嘛互相讲话、三个了解的需要。有真济需要，总是无拍算。当耶稣坐船到另外一岸时，看到众人来找伊，说袂起真伊甲海生的需要。看到众人安怎，人民伊就教是因最最道理，一个讲的煞袂煞。从头到尾，我就问咱的师傅，讲我会当讲到偌久？我若讲袂煞，讲到十一二点去，所以伊就讲会当最少到十点半，还是十点四十？安尼我就知讲，迄个时间。我若讲无了，我就爱刷就对啊。啊，是，其实话就是咧讲，即阵啊，伫旷野人搁济，啊，搁日头咧落山，你若无刷吼，以后会足歹处理。耶稣反倒转台讲，恁互因食，即个恁互因食，表面上还是咧问，是咧关心众人，恁把即个问题提来。耶稣讲无唔对，伊伫这个问题顶面去敲锤着咱的究竟，咱的究竟。咱在咧这个挂在教会的创办的时候，哪个无顺灵有一句名言啊？伫需要的所在锤着我的这种需要所在。啊，当你打这个究竟发现，你讲啊，挂在软弱，我无够强，我能吃，所以。在我极其软弱的时阵，我体会到上帝跟我同在，上帝会帮助我。所以在这，那个需要，就是你站在什么款的立场，你有那个立场，那个就是一个方向啦。所以第一基础就是你的立场，你的方向。第二基础就是你讲方法。就是方法，就是用态度。你用什么样的态度，是真积极、乐观，也是真消极、悲观。啊，第三句是，就讲讲我所做的迄个终极的目的，就是荣耀上帝、利益众人。所以耶稣行这个五体变两位仪，第一个是方向，第二个是方法，第三个让众人吃饱。伊就听爱荣耀上帝，感谢上帝，然后让众人知影这个过程，啊，佮让众人会当得到食饱，这是伊终极的迄个方向。但第一句是伫书面，另外的就嘛，上帝予你我咱大家有无同款的温顺，无同款的灾情，嘛无同款所拄到的困难。常常在困难危机的中间，上帝让你有特别的看见。所以有一首诗我真爱，叫做《眼光》。不管天有多黑，夜有多长，不管山有多高，不管路有多远，只要有爱，就能够达到云端。谁能够跨过艰难？谁能够飞跃其上？谁能够有梦可以想？用上帝心，予人看得唔盲。所以，迄个主耶稣讲，恁予因食，就是徛伫主耶稣基督的立场。伊是做老师，伊有真侪话要教食的人。讲这人有较无，即个羊无无吃，伊迄个心讲，你既然来，哇，就要安怎互恁得着通好食饱？上面是心灵得着食饱，嘛，互恁知上帝是万款的上帝，互这个肉体嘛会当得着
讲道。因为兄弟姊妹，教会的存在，无唔对，为着咱这阵受选的羊群，教会就是这受教的人生甲成就的所在。总是教会，唔是干那为着咱存在。咱知影有一出真特别的电影叫《悲情世界》，两年前洪仲丘案，一条主题曲含义的《悲情世界》有真关系，《悲情世界》。这个作家来，这个做梦的这个万强啊，来到教会，天主教会信徒，进入好款待伊，后来让伊倒转去，佫无拍算伊佫在教会迄个钱呢，背信仓背佫头底去，去学警察，伊就讲你敢有这个物件？我说惊伊说唔知要安怎讲，伊就啊，这信徒好乖。伊来咧问神父，神父讲讲对，这个物件是我给你的。一本册内面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咧讲，病医的门无锁，房间病医门无咧锁哦，可能随时拢会当入去对无？无锁，啊病医的门，唔是哦，我开门大开，请你拢来看病无？大开是啥物？教会门是大开。病医门无锁，那是伊讲伫迄个真困苦悲情的事情。啊，所以伫遮你讲一下，教会的存在，为着将人的需要，你为遐个情况，咱若无看到人的需要的时，你要安怎会当接近迄个来？我真感谢上帝，我真爱运动，我全台湾的无数的听众，我算是些真爱运动、嘛真爱运动的人，因为伫。30-40年前，1975年，安尼算40年前，我是全国武当冠军，我是重量级的。25年前，我也捌比过健美，真有名。哦，所以是台湾第一个健美先生。那这几年，这正十年，是国际8人制8会总教练。所以上帝给我伫公关教会，公关教会知影啦吼。是阮台，迄个是阮台分部迄个公关教会，我伫遐是有做3年久伫是阮台啊，教拔河队，遐学生就是今仔日的景美教练，南投伫旧年嘛去摕世界冠军，所以咱个查甫拢摕世界冠军，入围已经连续10年啊，对2005年到今年，入围上帝。我看到，我真爱运动，有啥物款的项目会当甲人分享？我感觉，骨头嘛真好，健美嘛真好啊，我马索有型呢，嘛有线条，佫真水呢，就是吼，个人的运动主义的运动明星啊，是甲博士无真合，无真合，所以后来上台我叫你拔河这个来宾。所以我伫拔河内面，看到人的需要，看到人的需要。特别伫1997年拔河事件了后，上帝给我看到人迄个需要，人需要真健康、安全的拔河。所以迄个是教父重用我写健康、安全的国际拔河，好我唔能够安尼。这三项代志，第一项写教材，第二项全台湾行泡泡，去咧讲，各所在办拔河的讲习会，所以各所在都有我阿叔个。啊，第三项教务讲爱帮咱因办，对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各级学校的拔河比赛，那么。教无办这个比赛，今仔太特有南投高中景美女中去世界得冠军啦！教无若无重视，啊，这是要创啥物问题？这是要创啥？哦，就是有办比赛，啊，佫会当出国，哇、哦，佫会佫真济机会。所以人家的钱脉，伫需要的顶面，伫超出的，上帝给你的恩赐，上帝给你的使命，给你努力的方法。三级教会，第三级的所在，
有发现一定的关注力，有发现三只是全台湾，迄、那个饮酒吸毒犯罪阁真悬的所在，所以有一个司法据点伫三只的所在，有真侪家庭拢无真好势。因为今晚第一件事就是看到人的需要，所以主要是讲，人主来不是要好人好事，是要好事正人。你就认真去看人的需要。第二件事，当你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你就搁倒转来想讲，啊，到底我有偌济通去做这个代志？其实，咱拢无有偌济嘛，咱拢无偌济。为什么咱就坐伫遮做礼拜？敬拜上帝，家里们的信仰里面，咱的信仰里面就是讲，我伫礼拜中间，一方面得到上帝的怜悯，下面佮得到上帝的恩典，佮要去伫礼拜中间，我调向上帝，上帝更照我的时，去发现着我的存在，伫我的里面有上帝的荣耀，伫我内面有上帝给我的尊贵，伫我内面有上帝给我迄、那个袂当退去。每当提起，迄、那个每一个时刻存在的价值，所以有唔是要甲人比较啊，有唔是讲好，我读册读较济，学历较济，我经验较济，我较有钱，唔是比较会互人乱叫。你独独来到你上帝面头前讲上帝啊，你到底和我有啥物事？我真爱运动，所以我就去安阳中心，我咧超侪，那一个会惊走的，伊就四界走啊。迄、那个袂惊走的，就是爱送送四轮的车安尼送的，啊无有的互人送，互人送，啥意思啦？坐轮椅互人送。所以我有一个使命，我伫安阳就是已经教一年多，嘿，特别是坐伫轮椅袂当徛起的人做运动，坐伫轮椅人爱运动无？唔免，啊，就食饱蛋就好啊。爱运动无？上帝，我有啥物人？我四十岁是教二十岁体育的学生去拼世界的比赛。啊，我即阵啊，来咧教这坐轮椅啊，袂啥会叮当啊，食饱咧等下。你想应该会爱叮当，会爱袂叮当咧？无爱。要安怎好？这个人会爱袂叮当，会爱袂变起来。有一日，因为物理治疗。治疗师、甲职能治疗师、甲基金会执行长、甲因的主任四位来到我这礼拜，感谢主，我得足想要去领导的，你想来找我，所以我无来送你一挂老人的七条米啊，你看我好不？唔捌哦，迄伫外国的，我一个好朋友已经做二十几年，拢咧卖美国、欧洲老人的运动器材，老人的运动器材，好意思。伊就逐年叫我去来清仓库，啊，我讲你做这是要创啥？啊，我就来清仓啊，来扛起来，准备两卡袋啊，二十公斤，安样东西来？如何啊？真侪要求，真侪不断看咧求啊，咧白手的，啥物零卡？三块，三片那边用啦。我记得我就先三片，啊，物件底下我先个底下，物件。佮无偌久，哦，我迄个好朋友 Alice 爱丽公司的头家就讲，差不多啊，我物件拢销欧洲、美国、甲日本哦，哎，先进的国家的老人，啊，恁台湾拢无用哦，台湾上好，安样公司佮相连啊，啊，你台湾引进一个，我谈到起啊吼，无嘛上一挂好的产品哦，啊呐，上好相连教会，谈好，唔，相连安样公司唔是搞错，安样公司，哦，无偌久上一台。一百回咧用的跑步机了，垂钓的，上一台迄个狮子区的矮跟矮八矮油的货咧，真侪刺激，啊，佮贵州的电动式的油压式的健身器材，啊，佮贵州的，啊，我来讲，他们说这个无搞，我上面的零点五公斤的加重带哦，六十重，上好还好些，啊，我物件上片吼，啊，佮来着你的啊。啊！我的心吼，干啦！我去三芝教会就是讲，我足想要去安阳教区行走脚，啊，唔知要安怎入去。啊，所以伊的主任来，我把物件一挂落个塑胶拢送无去。我就是讲，我足想要去，我怕你晓得个比班，遐物件
所以后壁恁老爸安阳中心哦，有看遐运动记者采访，蔡博士拢伫遐咧教遐老人运动。其实伫我了解，咱拢无相依偎。上帝光照你的时阵，你上帝光，无论你伫什么款的所在，无论你什么款的情景，上帝光带你照，迄个所在就是你人生的舞台。我感觉我上感动的是，顶摆是我伫遐教是一个渐冻人哦，坐轮椅手无法通顶动。我当迄个交通在绑伫脚咧顶动的时阵哦，伊用手咧扭扣啊。交通的反应就当时把人家咧做运动，伊都含含阿都袂感动。我看到一个渐冻人咧扭伊的裤脚，老神。一个杨医师，过去外科医生，拢教人健康，啊，才88岁，中风，坐伫轮椅袂晓站起来，讲讲要安怎坐咧爬起来，10秒钟，爬起来3遍就过，爬起来5遍，100分，爬起来2遍，勉强一遍，安尼来努力。因为我正是咧教迄个为啥会叮当的人，是什么款的困难？杀我去做这项代志，我到底有啥物？我过去是咧养你，你看这个是变安怎顶当？有一只信仰在，上帝有放伫我的内面，就是马太第6章30节。咱有去挂掉野地的花对无？叫咱看鸟啊，看百合花啊，啊无一条挂叫咱去看草啊，有无？野地的草，今仔日地地，啊，明仔载嘞，迄伫倒位？圣经不是干呐写迄伫尾路嘞？上帝搁安尼来装他嘞？上帝搁安尼来穿好水水嘞？虽然是今仔日地地，明仔载都无去啊！上帝嘛，你意思讲你存在每一个时，存在每一个时，给上帝看作要紧无？当真要紧。这句话放在我的心里，我的学生上侪岁105岁，嘛有迄个94岁倒转去，嘛有105岁倒转去，干那一学期倒去3个，啊，我爱等教，我珍惜每一遍甲恁斗阵的机会，上帝让你尊他是这么要紧，我的弟兄还在存在的时刻，都拄清楚了。老牧师真多谢你今仔日就无咧写最后的三工，强伊了对无？上帝若给我出最后的三工，啊，我赚大钱，我变来好好用这个三工来做利益众人的代志啊！所以有啊，耶稣咧问我学生讲，你去看有偌济？迄个有的第一个有就是顺服啦。耶稣讲叫你去看嘛，你有欢喜去看无？啊，就讲无啦，上帝你才给我目睭。有啊，佮脚手啊，开手啊，脚袂见。我你讲，咱有一个德国的牧师，无两只手，无两只脚，佮去拍乒乓，拍世界金牌，有无？史密特牧师啊，伊有讲一句话，伊讲，伊足外人讲伊是残废，对啊，伊都家己道理嘛，伊嘛无人讲伊是无正常。伊讲哦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限制，对无？你有你的限制，你叫心丢了对吧？爱花丢了，花丢了吼、哦、啊！你有你的限制，我嘛有我的限制对吧？每一个人，你嘛有你的限制，这就看要紧。你端看你怎么去看上帝给你的限制，迄、那个限制就是一条绳啊，限制就是一条绳。啊，迄条绳哦，你有可能会当来超过。一定要去他运用，啊，迄就是信用。上帝都打咱每一个人吼，打咱为顺的，咱不是吼。上帝予咱一方面真尊荣，伊一方面佮打咱为顺，叫咱袂使超过。啊，迄、那个顺就是迄、那个方向来行。啊，我咧教保安吼，伫10年前有一个我的朋友，不交的朋友哦，送我一条蛇啊，10篇16篇，第6章。奇怪，啊！你都不教，阁会晓应用圣经送我？有咧过年的时阵送我圣经咧，用绳子量给你的地界，坐落在哪里？加美之子，上帝和你和我拢有无同款的说啊？你但你过了，
让你微信去那条绳子让你看到上帝是所被爱那个真水的所在。所以最后所说你有偌济你你找啊，啊你来到是上帝面前，主啊，我着认真找，我着干那安尼尔尔，够了。你为下个机会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知影，你我人咱无有偌济，就是咱存在每一个时刻，上帝对咱的怜悯。最后，第三个字，分享的字，分享最后所讲人人真要紧，就是要有德顺。大家不是妖怪，来用手的，最后所讲啊啦，建一堆。一组一排坐，学习更加高，学习用50个、100个，安尼较好无？哦，到时要分的时阵，尽量分嘛，即个50，啊，要算嘛，尽量算。哦，才5000个，哦，这安尼啦，啊，敢若坐落去，我讲，敢若摆下就好势。后来，要是要讲第二句话，分坐伫青翠的草坡，你为遐尼怎话分享？那么坐下来，开灯看到，主要说提饼，伫煮食，备饭迄个过程，分享那么看到，上帝奇妙的作为，迄个分享，那么耶稣真牛的，咱变魔术，啊，所以哦，迄个五块饼两块鱼了，有人无注意看到了，特别的，给耶稣做梦，耶稣我来目的就是这个，你看你今晚坐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在你现在的位置，在你现在的身份，在你现在的处境，你坐下来，你心静下来，你就能看到，在你的人生中间，上帝有真多奇妙的作为，有无？有啊，有，一定有，一定有。我这个台湾牧师娘跟我讲，曹牧师，我家己无法靠一个五折寄进来7万块。我想，我知啦，唔然迄个无名，啊用现金来寄，啊佫无要写名。啊，今年才一月啊，为了去礼拜堂，阮欠欠一万，佮爱会又来做无利息钱借教会。叫做恩典计划，啊，我就甲牧师娘参详讲，我较无钱，你较有钱，我写10万，你写20万，啊，咱囝为了教育基金，伊二十，啊，咱全去写50，啊，对咧，啊，到年底就爱摕出来。我讲，你等12月团购价有迄个奖金无？安尼，咱再来。伊讲，啊，牧师娘讲，啊，我就无，啊，你安怎钱？先写甲讲啦，先写甲讲，顶礼拜。伊老问讲，啊，这个舞者这夹入来7万块，都我通去倒来，通去一旦奉献出去，啊，这是啥物啊？原来就是大英教会，顶礼拜拜四啊，拜四有大英教会中集，上面团体来要看完七礼拜堂的情形，啊，伊就讲错无错啊，啊，20多年前你就去大英教会，啊，搁20多年后。你着60通岁啊，着等要退休人，你也搁还通咧行这个街，晓无？行这个街就对啦。哦，有一个牧师吼，同我讲一句话，哇，足受感动的鼓励。但我咧讲就安怎讲呢？一个少年牧师哦，伊讲哦，伊唔知，这个蔡牧师是阮阿公阿嬷的教会的牧师咧，是阮阿公阿嬷哦，讲来怪。吃老了就对了，我阿公阿嬤的教会牧师呢，吼、哦，爱到60多岁，搁来咧去礼拜堂哦。恁着好好啊听这个牧者，伊伫台湾伫教界吼，有做真侪代志。啊，恁若听伊吼，上帝通过伊吼，施了真侪恩典。第三次教会经营，哦，这对同学才有真大鼓励嘛，有无？那一春你很爱我呐，对吧？我这个。爱德斯班的队长站去打电话，蔡牧师，啊，明仔载你要安怎来迎合教会？我去带你载好无？哦，听到这个话，欢喜无？哇，真欢喜！哇，讲我要跟你开车去那红树林牧师娘
一波有代志要先来讲，我爱去来讲，所以讲我要自己开车。你看呀，你今晚这叫做分享，分享就是爱看到上帝奇妙作为，甲见证。用我最后做我本身的见证，你看我真爱运动，真有规律，无唔对，我还搁伫三支国中的橄榄球队，你加重量训练。三支国中去年的橄榄球队得全国冠军。我的目的不是爱因去得，我的目的是让因身躯勇健，马索有力，会扛起落，会扛起站。你看我63岁，满63岁，要叫人压100公斤，啊，福利医生100个拢无分量。啊，你看哦，蔡博士一定少年时到这，大家拢有在运动，无唔对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国民校毕业的时候，体重可能27.5公斤。我是希罗贝尼呐，跟阿斯玛气喘的囡仔，我无去读册，医生叫我当出嚟居家隔离。居家隔离的意思哦，我因为物件袂使跟人讲，所以就咧真唔神大美，无开啦，袂堪去走的囡仔，啊，今仔家己食。所以我读中庸中，中庸咱教育学校，中庸是真爱运动的学校，我了想讲上帝啊。和我手拎到的物件，真侪我的运动器材，我手拎，所以我就提两块红砖啊做哑铃。啊，我那个真善吃，所以我捌卖过鸡鸭饼，卖红爱心，捌食过红爱心无？卖鸡鸭饼对无？啊，去菜市啊捡高丽菜哈、西瓜皮等来吃。伊讲这，咱讲是贫困个破病，你想个，所以比较国民后边20几公斤。啊、所以他到高中的时候，上帝，我真爱运动，和我身躯用。所以我就提人提红绳，到钱人都去买运动器材。所以我就提德哥、提扫帚做体操，啊，提摩托车来练，家己扭，家己扭。恁顶晚有人去阮家，阮一位跑马拉松的小姐，捌去阮家过。好，全台湾真少人读书，莫讲读书人，一般的人嘛无遐侪运动器材。我细汉的时候没钱啦，啊，摕砖啊嘛好，摕石头嘛好，摕锁啊嘛好，摕面巾嘛好，摕啥物，家己识的。所以读初中的时候，啦，老师讲老师，我真爱踢球，可你是变啊踢球，你走我两步就你出来了。啊无啊，我做气吧啦，守门员勉强走啦。讲你慢慢，你做守门员的后边去咧扣球就好啊，啊无嘛好，反正我得当扣球，得当去接。你懂啥？啊，我后来高中就变成踢橄榄球，踢橄榄球。啊，我到高中毕业，啊，无去做兵啦。安怎无去做兵？唔是伤伤，伤重啦，94公斤啦。哎，94公斤唔是无力的呢，我等到迄个到90个呢。有珍贵哦，高中的人，干啦，我一个超重，大家拢无到45公斤，加人一倍。啊，后来去读新南医，新南医也无橄榄球队个，啊，做了亚古达，亚古达举重嘛，啊，所以1975年就代表得全国冠军。你有遐尼轻吗？我真爱运动，我知影运动对身躯有帮助，会互咱健康，会互咱健康。后来我真意爱跟咱三个朋友，上帝伫我的心中所做奇妙的代志，我也真意爱要同咱讲。在需要的人民，你不能看到讲哦，这个有什么利益，啊，这个会当做什么大代志，唔免。你目睭看到需要的所在，你若袂去做，无分你的身份、你的位置，所以有人会答我，我操，所以你也是读体育的毕业的，你才去师大做教练。我伫公馆教会时，啊，这学生开来找我找我，啊，我都吼去甲因的系主任讲。啊，我就加体能出身的吼，所以恁在健身房的物件我会晓用啦，啊，我就陪恁学生运动啦。我了我了，吼，做义务教练啊，陪学生运动。啊，我去安怎？去了加扫帚去啊，啊，去了提桌布去啊，啊，提了一公斤 start 提去啊。哎呀啦，去来扫个清气清气，行去了清气清气。好，跟你别安尼死嘞死嘞，好运动环境真好，啊，所以吼。我运动也真欢喜，啊，陪人运动也真欢喜。
我觉得好心机会。先生，你几点要关门？你几点要关门？我没有关门，我是来这边把地扫好，弄干净，我要开始运动，我没有要关门。哦，鬼跳呀！才讲，哦，门家教已经教的无错，就是伫遮，哇，一个人两百几公斤，地高地百里啊，但地高百五，啊，夹不到200。我这个四十桶袂够，含物件差不多，所以还行啦。就讲，哦，这个牧师真有力，还够你干八号，所以啦。学生去到下主任讲，我们爱这个人来做我的教练，你知影？不是讲我要去你遐做啊，我去伊若无要认真，是学生爱叫我去，所以学生好。所以我来人问讲，蔡牧师，你开点去时代做教练，做国家代表队长，我讲我去扫地扫来的啦。啊，就去人扫，啊，大家都骂我咧，啊，我就知影对他需要。是师范大学咧换晋升换的时阵哦，蔡牧师你台湾设计啦，设计电视设计之类，以前也无加做也无，我即个无对阿弟，我唔你教授一大堆啊，看你叫我是都唔是啦，你较有咧用你较知影需要伫叨位啊，台湾设计之类，啊你后日用我你知影，你讲遐尼奇怪，我要搁倒转来今仔日的第一地址，需要唔是讲要进。大病、正病、甲倒病，需要就是你欢喜出萝卜的角色。你需要点咩？你欢喜哭泣，上帝就会中欢喜。当时我咧扫地，我嘛无想讲我会去做师大教练，我做师大教练嘛无想讲我会做国家代表队教练。我去做国家代表队，我嘛无想讲我会当成为国家代表队的总教练。我嘛无想讲我的学生会当成为世界冠军。有一天，南道的教练带我去看一项物件，我老爸说：“查甫要去第世界的教练，去摕冠军。”用蔡牧师话给你看，我体育馆边一个大卡纸箱啊，内面拢是拔河破破去的鞋啊，几百箱的。用蔡牧师扎钱。阮一个人出5000块买只鞋啊衫，你甲阮讲一句话，鞋啊买来唔是咧摆伫遐好看，鞋啊买来就是认真啊跋滴嘛。你甲阮讲，鞋啊若跋破去，你要阁送阮一双，所以我着认真点，认真点点。所以你替阮保存2双鞋啊。大今仔日我做教练，我保存我的学生跋去。我感觉做老师上该要紧的是迄个方向甲态度。这学跳的学生，这个南投的教练今仔日已经摕到博士啊，写八号的博士，真的写硕士的博士，我跋倒要安怎得去？刘英阿，你想看，咱的教会要复兴，要健康，家庭要幸福。你的信仰要丰富，对你听在上帝这个的重要性。爱主师班来跟咱中间，跟咱同齐分享这么好的信息甲时光啊！愿咱伫主内，大家互相三体三听，那为着因教会建堂的时间会继续带得甲方便。要介绍另外一位诶，这个人客就是林俊玉啊，张乐啊，伊是当地人来啊，台地文的部分的这个努力。要上咱啊，这个台语的圣经啊。
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人个怜悯，圣神的感动，赐予恁平安，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